各位闯关者，你们好。现在我们正式开启关卡，闯关成功，你们就能获得在这个世界24小时的续住时间。本关卡为电话亭的秘密，脑力游戏，难度等级是5。现场有13个电话亭，你们每个人可以选择一个电话亭走进去。当所有人进入电话亭后，电话亭顶部的灯就会全部亮起。根据规则，你们每个人一定都能知道自己所在电话亭顶部灯的颜色。每隔3分钟，我会发布验证开启的提示音，你们任何人都可以按下电话亭内的验证按钮，此时电话铃声会响起。接起电话，说出自己所在电话亭顶部灯的颜色，视为验证。如果验证正确，你所在电话亭顶部的灯就会熄灭，游戏继续。如果验证错误，闯关失败，你需要立刻离场，本轮结束。剩余的闯关者可以离开电话亭进行自由讨论。讨论结束后，新一轮游戏开始。在任意一轮游戏中，场上所有人都验证成功，游戏才会全部结束。场上所有人闯关通过。需要提醒各位的是，我们是君子游戏。当所有人进入电话亭后，禁止一切形式的相互交流，否则视为闯关失败。什么意思啊？这一半能看到对面的。首先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不不不不不，不只能看到对面的，所有灯都能看到。也就是说，你除了看不到自己的，别的都能看到。这个游戏的难点就在于，你只能看到别的的情况下，怎么猜出自己的？啊，赢了！赢了，赢了！镜子。镜子能照得到头顶的灯。它的前提是不能做任何的一切形式的交流。他说君子游戏了，你不能砍人家 bug， 你这个不是这么玩。他说不可以交流，但是我们如果摸头摸其他地方是可以交流的，对吧？他说禁止一切形式的交流，代表包括肢体语言吧。我选择尊重游戏，不用任何交流方式。我相信你没办法再作弊。如果一号是红色，如果一号是红色，就2号接电话；如果一号是绿色，就3号接电话。问题在于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是什么颜色。我给你举个例子，举个例子，我红色，我先走了。他是不是看不见红色了？想到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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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想到了。来来来来来来。首先我们有个颜色编号，对不对？我们确定好数字字母从小到大排，那个最小的是红色，第二小是橙色，3是黄色，第4是绿色，第5是蓝色，第6是紫色，第7是黑色，第8是白色，第9是灰色，第10是粉色，第11是咖啡色。 OK 吗？好，来，张大大是1号对吧？我们要第一个让他走的人一定是张大大。 For example， 张大大的灯亮了，他自己看不到，别的人都看到，假设是黄色，那这个时候3号位的人就接电话，但是3号位不按验证，这时候就会传递给张大大一个信息，告诉张大大是黄色，张大大就会接电话验证黄色。一号出去之后，后一轮就看二号的颜色，一定是二号验证，那以此类推应该是能弄完。但是其实在12、13、12、13没有黄色。
就是它颜色没有那么多，它只可能重复。他说了几种颜色吗？他没有说，对不对？还有最简单一个办法，我们先试一轮，先知道它一共有多少种颜色。请各位闯关者进入电话亭。不会有这么多颜色的关键是。第一轮游戏开始。紫色。Vincent 验证失败，淘汰。关淘汰的第一个人，我心态都崩了。就是本来觉得我们俩可以互帮互助，然后在这儿呢可以一起抱团取暖，然后结果崩溃。他说你每个人一定都能知道自己头上颜色是什么颜色。这句话得想有明白，根据规则你们每个人都能知道这个灯的颜色。它不就只有红黄蓝绿吗？如果是它真的就是红黄蓝绿，用排除法呢，那按这个顺序，红黄蓝绿，红黄蓝绿，红黄蓝绿，红先从一号开始，所有是红的人，或者说所有是蓝的人，只要看到一号的颜色是红的，就自己的颜色全都拿起电话来。算的话有点太规律了。它有一个规律，就是它有四个颜色，就你一定是四个颜色其中之一。哦。会不会出现一个单色？我就不太会。这样的话，那基本单色的是必死。我想到了最关键的，就是你拿到少颜色的人，你要先答。哦，是的，就是拿到二的那个人，你看到别人只有一个颜色是一，当你看到你是少数的那一类人的时候，立刻先答，因为这样的话，我们才知道我们是多数还是少数。
有一个人一定能看到上面是单一个的。那你的颜色就跟他应该是一样的。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两个二一定就是立刻就能知道了。但两个子走了之后怎么办呢？没有人可以判断出来了。最少的先走，对，然后最多的第二走。哎，我觉得这样啊，咱们把排列数字的可能性先列出来。那我们把十二的排列排一下。来来来，我们来。4332622253224423333，就这点，一共五种。你没发现都是二吗？对。第一种是比较不可能的，6222222全部都能知道自己是什么颜色，然后剩下六个人看到剩下五个灯就结束了 ，OK 吗？所以也还是二先走，对不对？还是二先走。5322，这时候还是二先走，两左二一定是能知道自己是什么的。然后这时候三是很好很容易判断的，因为三看到少数嘛，三就走完，剩下的五就没问题了。当你是少数的时候，要挺身而出。万一五之中的一个人认为自己属于那个三呢？如果万一是四加四呢？对。假设二加二走掉了，两种情况，四四和三五，但是你是判断不清是哪种情况的。这个时候三的人只能看到两个，所以三的人一定要先走，五的人就不要动，等三的人去排除情况。OK， 我们争取这一轮全部通关成功。老子，你都听懂了吗？我觉得我这辈子都搞不清这个情况了，我这辈子都不会明白。啊，三三三三说一下，所有人看到都是三三三和二，所有人先都不动，僵一下好不好？僵一下，僵一下，大家就知道了。那个二的人动吗？哎，没有二呀，三三三三呀。我是那个一，然后看到两个二了。两个一了，不是二了吗？你看到的是三三三和二，不是，你没听懂我的意思，因为你三三三三三的时候，你会看到的是三三三二嘛？对啊，你就知道你是那个三了呀。万一是四三三二呢？第二轮游戏开始，我有点担心，就是。他希望有人僵，但是有人一定会动的。三分钟后开启第一次验证。要想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就行了，求求大家不要胡。我们争取一次过回家，好好睡个觉。第一次验证开启。蓝色，蓝色，
哎，蓝色。完蛋，完蛋。为什么他会？他为什么他要打呢？我就说他们都还没搞明白这件事情，没搞明白这件事情。